为了拿到 The Wave 的票呢，我们往返于 Knapp 到 Page，这段路上六次。但是每一次路过呢，我都是很喜欢一路的风景，所以呢，想把这个展示给大家。另外呢，就是最近感冒了，所以我暂时停止2周更新我的视频，谢谢大家的关照。